候咸菜正好。十七，啊，你亲生父母，闺女儿都是妈妈没本事，让你嫁到农村去。天哪，亲生父母，这山鱼鸡。蝴蝶拍缝纫机，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大电视呢。爸妈，你们放心，我是真心对十七好的。本来是担心十七过得不好的，这一得到消息啊，他妈连生日都没过就跑过来了。那这么一看，我们就放心了。妈今天过生日呢，嗯，那咱们晚上订国宴饭店最大的包厢吃饭去。哎呀，好，走。辛苦啊。哟，厉厂长。在这儿能见到您真是三生有幸啊。这位是嫂子吧？你们先聊，我带我爸妈先进去。哎，李厂长，感谢您能投资我，要不就没有现在的一大好的厂。吴厂长，今天不聊工作，我正要给我岳母办寿礼去呢。哟，这么巧啊，我刚好今天在这儿结婚呀，我帮您办。你今天结婚就别忙了。哎，别，应该的，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这边请。大姨，姨父，小小，今天你结婚，你怎么不告诉大姨呀？也没给你准备个红包。告诉你们，就你们给的那三块五块的，还想来我这儿蹭吃蹭喝呢？真是千层鞋底做腮帮子。什么意思？说你脸皮真厚。我们可不是来蹭你席的，我们是来吃饭的。小小，这是我表妹十七。表妹，你就是我大姨那个被抱错的女儿啊？听说你已经嫁人了，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我老公是养猪的。养猪的？表姐啊，这可真不是我说你啊，你瞧你那闺女嫁个养猪的还挺自豪的。你说说你家本身就穷，现在加上这么个穷女儿和穷女婿，这不穷上加穷啊。难怪要来我这婚宴上白吃白喝呢。不去拍，不去逼，我拿你气自己。没事妈，别搭理他们，我们去一号包间。一号包间？一号包间那可是贵宾间啊，包一间要200块钱呢。就连我那女婿一打火腿厂厂长的身份，他办喜酒都没舍得订，就你们的穷酸样。哎，这么贵啊，十七，这太让你们破费了，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没事妈，我说你们这一家呀，不仅穷还碍眼啊。算了，也别嘴硬了啊，交五块的份子钱，我就允许你们在这边上乞丐。哎，你给我起开啊，今儿是我妈生日，你别逼我在这么快乐的日子拴你。你少装算了，你们要真是来过生日的，怎么两手空空啊？是不是你老公没钱买礼物啊？马上到。送礼到。你太有钱了吧。李厂长重出贺礼，蝴蝶牌缝纫机一个，冰木自行车两辆，约花店冰箱，五三牌电视机各一台。这些都是百货公司的大品牌呀，拿钱都买不到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一起出现呢。那当然了，我还准备了百雀羚绿宝石真颜霜，专为东方女性肌肤研制，冰淇淋质地能够抗老，上脸滋润不油腻，一小时淡纹28%，传递每一位东方女性的美。好精致的护肤品啊，谢谢十七。装什么呀？这里面的东西哪一件是你们的呀？你啥意思？厉厂长可是我老公的大老板，我老公的火腿厂能开起来都是厉厂长投资的。我看这些礼品肯定是厉厂长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送给我们的新婚贺礼。都给我搬走。你今天要敢动这些东西，信不信让你这个婚结不成？我今天偏要动，你知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够买你这条命？我看你是不知死活。你给我。哎，你干什么？住手。老公，你快来帮我把这些抢到的后裔重新洗干净。这些礼物你也敢抢？这都是李厂长岳母的寿礼。李厂长，对不起。厂长夫人，对不起。乔十七的老公是李厂长。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江十七。现在认识了吗？认识了，表妹都是亲戚啊。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不原谅。吴厂长，你有这样的媳妇也不适合当厂长。谁说我有媳妇？这婚我不结了，我不认识。结了啊？都钻过一个被